最美弟兄鱼贩不认爱，坚称单身，身上这个味洗不掉。这个是美秋，美秋，然后所有的鱼种都。而这一位辣妹呢，正是被封为最美弟兄鱼贩的26岁网红刘鹏鹏。去年底因穿着细肩带低胸背心鲨鱼的照片被PO网，引起网友暴动，真相要来一睹低胸鱼贩的风采啊。然而一系爆红的他感情状况如何，想当然尔也是男粉们相当关心的一件事。镜周刊就爆料，他日前收工与一名奶粉小开一起吃晚餐看电影，甚至还在豪宅过夜。对此，苹果走访鱼摊，关心一下阿鹏爸的想法。阿鹏爸却笑说不知道。恭喜家一个奶粉小开有手牵手，哎，听到这种消息，你会较欢喜无？是啊。希望有好归宿吗？倒是咱们阿鹏就跳出来打击绯闻，斩钉截铁说自己单身，但坦承自己桃花也多。不过因长期杀鱼，手上总会有洗不掉的鱼腥味，也说家人不会干涉他交友，只要对方疼爱他就可以。想看苹果不用这么搞纲，注册就好喽。苹果日报网站 APP 限时免费，7月10日前注册，一起加入好评语吧。